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人家只是要买飞机，把人家抓起来干嘛啦？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姐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来到我们的 Roblox 越狱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身处在我们的土豪路易斯的家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在越狱里面可以有这个公寓，而且他说再过不久就可以领钱啊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努力熬夜赚到142000多，今天就可以买大家推荐的小鸟，据说是在银行的上方嘛，我也不晓得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。今天我们就来突破个2120个赞好了 ，Go！ 那我们先在这边，稍微等一下好了。哈哈，那我们今天买了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再去突破一个新的赚钱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就是电厂，对我来说觉得最困难的地方。你看这边还看得到火车，这买一间公寓不知道是多少钱哦。那如果可以把金库放在自己家里面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感觉好像也蛮屌的，2000多块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去闯一关电厂之类的，我们应该就差不多有钱了。我要拿钱了，拿钱了，拿钱了！伙伴，看看到底会是什么感觉？哇！这样有拿到钱了，707哦，707啊，就这样啊？啊，不是2000多吗？哦，公寓就在这边啦，很帅吧？然后这边就是写着路易斯的。好，哥，我们现在呢再去赚个钱。先来抢个珠宝店好了。其实我不太爱抢珠宝店，是因为我每次进来这边哦，都会卡画面，不晓得。OK OK， 打破它，开抢啦！嘿，这边都打一打，打一打。这个一个好像都是500块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拔了头，拔了头，他不小心拔 K 死了。我们去楼上，我们去楼上。这个好像有50%的样子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难的。哇哦 ，OK。又拿到一颗钻石了，走，这颗是比较贵啊。他这个每次进来哦，都长得不太一样，气势还蛮帅的。OK， 再一颗蓝宝，我应该就拿完了，我们就要逃离了。耶，5000，走，去到最楼顶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蔡姐，你哪搞我撩我的戏啊？哇，哦，红宝石哎，不能再拿了吧？我可以再拿，好，走。前往三楼，前往三楼，前往三楼，这好帅啊！我多拿可以再多加钱吗？应该不行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这样会不会多加钱啊？虽然5000已经是满的了，走，再往第四层、第五层，耶、yeah, 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啊，警察 ，Jesus！ 这警察太贼了啦！我偷的那么辛苦，我偷的那么辛苦，这警察。还有没有良心啊？这警察，不过这游戏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警察就是负责维持治安嘛。你犯罪，他抓你，天经地义啊，对不对？不过其实如果没有警察哦，这个游戏也变得无聊了。说实在，要少赚5000了，我们要多久才能买小鸟啊？谢谢谢谢，感谢路易斯啊，就这样银行的吧？啊，应该被去博物馆，博物馆惊魂夜，这个很久以前我们有一起玩了，QQ 蛋啊，哦。Why is this？ 他们说这边还有那个飞机可以抢，然后用什么货柜？那个其实我不晓得。我们之后如果有自己的飞机能够来试一下的时候再试试看。我们现在呢就等其他可以抢的部分打开。火车可以抢哦，他说火车可以抢哎。OK， 我下来火车了。真的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把玻璃打碎。呜呼，我们进来车厢了，然后呢？真的耶，里面捡破烂是吧？哦，里面有电脑啊，酷哎！哦，手机、电脑之类的，不错哎。哦，火车可以抢文件什么吧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眼镜之类的，我们还缺900，900就可以抢满。哦，这边有文件，一些机密文件之类的。跳车！路易斯，我的好彪！好，OK， 正所谓出外靠朋友，在家靠父母。然后抢完，我们又再回去我们的罪犯基地。各位，我的小鸟就快要来了，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。Thank you！
我钱一直掉出去啊，让我想到之前玩 GTA 抢劫只剩下87万，杀千扣啊，再解一个什么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去我们刚刚说的电厂的部分，就在这里了。有点就是要解谜的感觉啊，非常的不太容易耶。一开始我还真的看不懂，它这个就是要连在一起，一跟一，然后二跟二，三四 ，yes。然后接下来里面的更难，里面的更大一片，我每次有时候都会卡住啊。跳越狱真的算是还蛮不错的啦，挺好玩的。好来，然后零要连到零，四先连四，零连零，六连六，七连七，五连五，三连三，一连一，然后二连二，耶，六千七 ，Go！ 我痛痛痛，这个要小心，这个要小心。那这个等一下他钱还会一直扣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到那边才行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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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快快快 ，Go go go！ 你看他钱开始在扣了，有没有？现在六千，现在六千。你看，如果这个没有飞机的话，基本上我们车开到那边，可能又扣个一两千去了。只要三千，我们就够买了。谢谢，感谢巴拉，巴勒巴勒，感谢巴勒，成功！哦。15万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各位，我们可以去买小牛。各位，终于可以换载具了，这次换我在巴勒了。来，那我们去这个的上方就可以买到飞机了。然后据说这台就是也可以抢的，就是来吊东西什么之类的。耶，满心期盼的各位，玩好久了呢。这个游戏有说实在要挂哦，好像没办法，后面会有抓人的警察。哦，我们也要进去啊。我只是要买飞机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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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不是要来偷钱的，我是要来买飞机的。这警察真的很机车哎！你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人家只是要买飞机，把人家抓起来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真的是哦，气死我了呢！买飞机的，买飞机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果然要靠朋友。我警察那边对抗其实还蛮难的。哦，这边玩啥哦？我是讲边玩呢？啊，我身上为什么会扛着一个那个啊？我身上是啥啊？啥眼猫咪！我想说，我那什么东西嘞？原来是年蛋啊！啥鬼啊？那个，终于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直升机了，我们以后过关卡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呀，集团金库啊，没事盖这么高干嘛呀？哎，巴勒的哦。各位就是这台啦，15万啊，19万哦！我以为是15万，没想到是19万。感谢抖内啊，这些抖内比较快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来抖一波抖一波，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怎么捡不起来？出外靠朋友，在家靠父母，靠路易斯抖内了。谢谢啦，那也没当 Q 啊，好吧，各位，看来也没办法抖内，我们只能再赚一下了，只能够捡个2万就没办法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毕竟还是要靠自己完成它，好不好？剩下2万我们努力赚来。耶、yeah, ，多少了？多少？6300，6300，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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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各位，我们可以买小鸟了，太好了！耶、yeah, ，19万，终于，终于，呜呼，终于买到一台炫炮的黄色直升机啊、哦，超难买的啦啊、哦！好 ，OK 啦，那最后的部分哦。我们去那个货柜上面看看。哎呦，会听呢，会听呢，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我们现在呢，来把箱子开开吧。有观众给我们的箱子哦，这个一个要3万块，我看一下。噔，速度花朵，谢谢啦。尖刺，看有没有开到稀有的？开到15000哦！太棒了吧！
我们都开一开吧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算是完成我们的里程碑了，好不好？殊不知呢，原来不能够像车子这样水滴脚，但没关系，以后呢，如果要闯关的话，再去拿一台，起码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飞，也蛮方便的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的 Roblox 越狱呢，就先玩到这边。做了很多傻事，但是还蛮好玩的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啦！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也别忘记我们的2120个赞。下次越狱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